所以你抓捕胡祖同吴他们的内丹，是为了复活我父亲。胡祖，你父亲的魂魄就是被胡族的法术打散的。如果是为了留着他们的命炼还魂丹，我恨不得灭他们全族。胡族打散我父亲的魂魄，那群突然冒出来的就是胡族。而亲手杀了你父亲的人就是胡族圣女金色。去调一队精锐过来，死死守住这里，护卫我父亲。是，将军。属下觉得国师的话固然可信，但也不能全信。锦瑟娘子，她现在是您的夫人，比起国师，我更相信夫人的为人。她是我生死相许之人，除非她亲口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信。锦瑟，她竟然是云深的父亲。当初古贺被诛九族，他的儿子侥幸活了下来。早知如今这局面，我就该……若早知道，你们当初就该斩草除根吗？锦瑟，他们谁的话我都不听，我只信你。告诉我。是你杀了我父亲吗？云深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活在我父亲叛国的阴影里，你告诉我，我父亲到底是因叛国而死，还是你杀了他？那个时候我没有不得已的理由。闭嘴！你们胡族与人争斗，有什么理由将我父亲给杀了？我，你父亲没有叛国，是我亲手杀了他，云深。当年北戎部落古王问世，我是不得已杀了你父亲。如果我不杀了他，天下会生灵涂炭的，云深。我父亲是名武将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古王。他与你们胡族无冤无仇，你们却为了什么功法秘籍争来斗去，害我孤家家破人亡。我今天就要你们，我就要你们血债血偿。云深，是我杀了你父亲。如果你一定要血债血偿的话，我的这条命给你，你放他们走吧。云深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今日你要杀就杀我。他念你的温度，你的守护，共你人生。
是沉浮，来世双向奔赴，彼此救赎，奔向我心归宿。贪念你的温度，你的手，你真以为我会心软？我从来都没有奢求过你会心软，但是顾云深，狐族无辜，他们无辜，我父亲就不无辜吗？弑父之仇终会有人来偿的。锦瑟，让他们走，这是我种下的因，便应该由我来接这个果。父王，锦瑟，父。别白费力气，这个是国师设下的噬灵锁，会吸收你的法力。即便是你们狐族长老在此，也休想挣脱。你竟然把国师放出来了！气质，情一字尽若人知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明就消失，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夜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，也恩赐就相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今世又今世。情与争执，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字尽若人知，只怕你心我的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